各位，我是赖君瑞。财政预算案宣布即日开始撤销全部楼市辣椒，包括额外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三项辣椒。当中打击短炒的额外印花税，业主买入住宅物业原先三年之内出售，要比楼价额外一成的税款。去年施政报告已经将年期减到两年，而有住宅物业的永久居民再买住宅，或者是非永久居民置业的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施政报告将税率减半到 7.5%。 预算案说，在当前经济和市场情况，有关措施已经无需要，即日全面撤辣。预算案又提及考虑到外围和内地的经济情况，繼續維持銀行體系穩定前提下，有空間進一步放寬物業按揭貸款相關監管政策，金管局在稍後會公布。我們一直密切留意住宅市場的情況，經審慎考慮當前的整體情況後，我們決定即日起撤銷所有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我們認為在當前的經濟和市場情況下，有關措施已無需要。市民關注的派糖，政府說考慮到部分行業和市民仍然面對經濟壓力，部分一次性的舒緩措施會延續。薪俸稅、個人入息稅和利得稅就繼續有寬減，上限是3000元，比去年少一半。估計全港一共有206萬納稅人和16萬間企業受惠，住宅和非住宅物業差餉只是獲寬減第一季，每戶上限是1000元，涉及超過350個物業。全部稅務寬減，政府收入減少一共85億，而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等等繼續出多半個月糧，發放多額外半個月的津貼。不過今年不會再派現金或者是消費券。另外，財政預算案提出由旅發局每個月舉行維港煙花和無人機表演，政府將會增撥近11億，加強推動旅遊發展。旅發局將會重新打造環彩榮香港，每個月舉辦煙花和無人機表演，在海濱試行引入餐飲、零售和娛樂設施，又推出城市漫步等主題的沉浸式深度遊，推廣直立板、越野跑、野外觀星等的活動，並且是推出全新香港旅遊品牌。除了是與大灣區城市合作推廣一程多站之外，亦都會有新一輪香港成為好客之都的宣傳。政府預留1億，加強未來3年的城市宣傳。另外，預算案延長電動車寬免，但是額度減少。原定下個月底屆滿的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減安排延長2年，但是考慮到電動車價格下調和車款增加等等，寬減下調40%。中電動私家車一換一計劃下，第一次登記的稅款最高寬免額下調到17萬多，一般電動私家車的寬免上限調整到58,500元，而電動商用車、電動電單車等等其他種類電動車首次登記稅未來2年繼續獲全數豁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正是宣讀財政預算案，到下午3點將會舉行記者會，回答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提問，而夜晚7點半仲會出席電視台聯合舉辦的預算案論壇，進一步展示內容。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會有其他消息。翻嚟新聞時間，預算案正係全面全速落實，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今年年中落實惡劣天氣下維持市場運作。為進一步提升市場效率同流動性，證監會同港交所正係探討一系列措施，
包括完善上市机制、研究优化首次公开招股嘅价格发言流程、审视上市公司公众持股量要求等。在优化交易机制方面，今年第二季会提出建议，探索收窄最低上落价位，缩窄买卖差价。下一步会研究优化股票现货买卖单位等等，同时会研究优化实时市场资讯服务和加强海外市场推广等等。另外，財政預算案建議下年度發債1200億，其中700億是零售債券，銀色債券佔了大部分，達到500億，另外200億是綠色及基建債券，希望提高市民對基建和可持續發展項目的參與感。恒生指數報16745點，跌45點，總成交超過570億。睇下最活跃港股，腾讯跌4.4，理想汽车升6.6，美团跌1.65，阿里巴巴跌5仙，盈富基金跌3仙。比亚迪股份跌3蚊，中海油跌2.2毫仙，汇控升6.5，中芯国际跌2.2毫仙，建行跌3仙。睇下其他主要蓝筹表现。汇控升6.5，友邦升2.5，中移动跌2.5，港交所跌2.2，煤气升1.1仙。人民币柜台最活跃港股以人民币计价，新鸿基地产升2.5，联想集团跌0.5，腾讯跌3.4，中银香港升3.8仙，中移动跌0.5。友邦升3毫，阿里巴巴升5仙，港交所跌4，百度集团升1.35，美团跌1.55。恒生科技指数跌1点，报3501点。转睇沪港通额度使用方面，内地投资港股嘅港股通额度余额大概系396亿元人民币，而投资内地 A 股嘅沪股通每人额度余额大概506亿元人民币。至於深港通額度使用，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餘額大概411億元人民幣，而投資內地 A 股的深股通每人額度餘額大概525億元人民幣。轉睇內地股市，上海 A 股跌20點，上證綜合指數跌20點，深圳 A 股跌22點，深證成分指數跌51點。各位外来官员，财政预算案宣布即日开始撤销全部楼市辣椒，包括额外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三项的辣椒。当中打击短炒的额外印花税，业主买入住宅物业原先3年内出售要给楼价额外的10%税款。去年施政报告已经将年期减到2年，而有住宅物业的永久居民再买住宅，或者是非永久居民置业的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施政报告将税率减半到7.5%。预算案说，在当前经济和市场情况，有关措施已经没有需要即日全面撤辣。预算案又提到，考虑到外围和本地经济情况，继续维持银行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有空间进一步放宽物业按揭贷款相关监管政策，金管局在稍后会公布。我们一直密切留意住宅市场的情况，经审慎考虑当前的整体情况后，我们决定即日起撤销所有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和市场情况下，有关措施已无需要。市民关注的派糖，政府说考虑到部分行业和市民仍然面对经济压力，部分一次性的纾困措施会延续。薪俸税、个人入息税和利得税就继续有宽减，上限是3000元，比去年少了一半。
估計全香港一共有206萬嘅納稅人同16萬間企業受惠。住宅同非住宅物業差餉只係獲寬減第一季，每户上限係1000蚊，涉及超過350萬個物業，全部稅務寬減，政府嘅收入係減少一共85億。而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等繼續出多半個月糧，發放多額外半個月津貼，不過今年不會再派現金或者消費券。另外，財政預算案提出由旅發局每個月舉行維港煙花和無人機表演，政府將會增撥近11億加強推動旅遊發展。旅發局將會重新打造幻彩榮香港，每個月舉辦煙花和無人機表演，在海濱試行引入餐飲、零售和娛樂設施，又推出城市漫步等主題的沉浸式深度遊，推廣直立板、越野跑、野外觀星等活動，並且推出全新香港旅遊品牌，除了與大灣區城市合作推廣一程多站之外，亦都會有新一輪香港成為好客之都的宣傳。政府預留1億加強未來3年的城市宣傳。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正是宣讀財政預算案，下午3點將會舉行記者會回答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提問，到夜晚7點半仲會出席電視台聯合舉辦的預算案論壇，進一步展釋內容。轉睇金融行情，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16745點，跌45點，總成交超過570億。睇下最活躍港股，騰訊跌4.4，理想汽車升6.6，美團跌1.65，阿里巴巴跌5仙，盈富基金跌3仙。比亞迪股份跌3蚊，中海油跌2.2毫，匯控升6.5，中芯國際跌2.2毫，建行跌3仙。睇下其他主要藍籌表現，匯控升6.5，友邦升2.5。中移動跌2.5，港交所跌2.2，煤氣升1.1。恒生科技指數跌1點，報3501點。轉睇內地股市，上海 A 股跌20點，上證綜合指數跌20點，深圳 A 股跌22點，深證成分指數跌51點。推動各位，我哋再睇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正係宣讀財政預算案嘅情況。我哋正係全速推展中醫醫院同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嘅建設，預計兩個項目都可以喺明年底起分階段投入服務。控煙政策增加煙草税係國際公認有效減低煙草使用嘅措施，政府建議即時將每支煙的稅款調高8角8毫子，並按同等比例提高其他煙草產品的稅率，升幅與去年相若。我們預期煙草稅佔香港香煙零售價的比例將會提升到約70%，逐步邁向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75%水平，加強戒煙誘因，保障公眾健康。我們會繼續大力打擊私煙，加強戒煙服務以及宣傳教育。關愛共融，青年發展，青年是香港的未來，青年興則香港興，政府正積極逐步落實青年發展藍圖內多項行動和措施，並會繼續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內地和海外的交流與實習機會。今年的目標是讓不少於30000人受惠，讓青年了解國家發展大勢，同時放眼世界。政府亦將會在今年中舉辦青年發展高峰論壇，邀請海內外青年團體參與，就青年關心的議題交流和相互學習，預計有超過1000人參與活動。職業專才教育，政府會繼續透過職學聯通多元發展的策略，加強推廣職業專才教育，並已預留約6億8千萬元支持職業訓練局在這方面的工作，包括將職學僱主
評核先導計劃，兼讀制專業課程學生資助試行計劃延長五年，進一步支持學生交流活動，加強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鼓勵僱主提供職場學習等。此外，政府亦都預留了1億元啟動資金，協助自資專上院校成立應用科學大學聯盟，共同宣傳推廣，以提升職專教育在社會、家長和學生心目中的地位。關顧長者，政府去年9月起恆常推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並且將這個適用範圍擴展到租用輔助科技產品。2024-25 年度社區券將增至11,000張，涉及全年開支約9億元。政府亦都自去年4月起恆常推行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今年第二季院舍券將增至5,000張，讓更多合資格長者及早受惠，計劃涉及的全年開支約14億4,000萬元。支援殘疾人士，政府致力增加殘疾人士日間康復、住宿照顧和暫顧服務的名額，截至去年底，服務名額數目增加到36,400個。此外，政府會透過關愛基金撥款約1億3,000萬元，由今年第三季起推行為期3年的試行計劃，向領取綜援而又有工作的殘疾人士每月發放額外500元津貼，以鼓勵就業，預計受惠人數約6,800人。婦女發展，政府重視婦女發展，並在去年預留1億元加強支持相關工作。去年6月成立的婦女自強基金，至今已資助婦女團體和非政府機構推行超過140項計劃，包括協助婦女在就業市場轉型、就照顧子女或者長者提供培訓等。支援在職家庭的育兒，政府會在今年起分階段增設10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目標是3年內提供額外近900個日間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另外，亦都會在今年起分階段擴展學前兒童課源託管服務至全港各區，服務名額亦將於3年內增加到1,200個。2023-24 年度修訂預算，受環球利率上升、經濟放緩和地緣政治持續緊張的影響，去年本港經濟增長步伐比預期慢。儘管在疫情過後整體開支回落，但是資產市場偏軟，令地價和印花稅收入下降，綜合赤字因而比預期大。2023-24 年度政府收入的修訂預算是5,546億元，較原來預算低了 13.7%， 即是878億元。當中地價收入是194億元，較原來預算大幅減少656億元，亦遠較過去年度為少。印花稅收入是500億元，較原來預算低了350億元。利得税和薪俸税的收入分別是1712億元和792億元，同原來的預算相若。2023-24 年度政府整體開支的修訂預算是7279億元，相比前一年減少 10.2%， 較原來預算低了 4.3%， 即是331億元。總括來說，我預計2023-24 年度綜合赤字是1016億元，財政儲備在2024年3月31日預計是7332億元。2024-25年度，各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是宣讀財政預算案的，針對控煙政策是會再加煙草税，他提到是即時將每支煙的煙税是調高8毫子，認為可以加強戒煙的誘因，並且會大力打擊私煙。現場情況先看到這裡，我們接著會有時事當面看。
年輕起生 BB 後集肚修身，更加聲稱有助盤骨修復和內臟復位，是否真的有用呢？有醫生說集肚可能有風險，更加有個案引致失禁，為什麼這些所謂療程不需要好像醫療行為那樣受到規管呢？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睇。五消委會過去三年接獲八宗涉及集肚的投訴，有投訴人說見到宣傳標榜是由專業護士主理，於是買了療程，誰知護士只是顧問，集肚其實是由集肚師負責。但這些所謂集肚師其實是什麼人呢？他們有什麼專業資格呢？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tep your feet.李文山有一个十个月大的 BB 女，不要看她现时身形几 fit， 其实她怀孕的时候重了13公斤，生完之后一直都很担心体型未能够回复到之前的状态。在我生产3个月之后，其实我就跑一次步，跟着跑到龟速，哇，完全是 feel 到是复原不到。后来其实都有上一些产后修复的堂，即是瑜伽堂，跟着老师跟我说，喂，其實你不可以咁快做運動，因為你裡面的內臟是移曬位㗎啦，咁你係要再耐啲先得㗎咁樣。咁即係我唔可以靠跑步去即係減肥啦。咁當時其實我自己都即係肥咗好多，即係你會感覺到呢啲衫呢係開始著唔落啊咁樣，係非常之衝擊嘅。佢留意到好多媽媽為咗快速修身都有擲肚，佢於是上網揾資料，見到好多擲肚公司同埋聲稱擲肚師嘅個人宣傳。我好記得有一次我的朋友就 send 咗張相俾我睇啦，就話：，我的朋友是扎肚師嚟嘅，咁就 send 咗啲 before and after 嘅相俾我睇。咁跟住我就下一句問：，佢有冇IG 啊或者 Facebook 啊？咁我就想了解多啲啦。咁但係佢就話係冇嘅，又好似咧冇一啲客人咧嘅一啲評價啦。咁好似又睇唔到佢啲 shirt 啦，咁就會有啲擔心嘅。咁最後我就冇揀到。他最后揀了一间有明星代言的摘肚公司，买了个10000多元的疗程，连续摘肚5日，每日6至8个钟。咁我摘完之后我都觉得是感觉良好的。咁我最记得就是我有条 PE 裤啦，咁我是掹极都掹唔到上去啦，未摘肚摘身之前我是掹极都掹唔到上去嘅。咁但是摘完之后我是真的很顺畅咁就可以穿到条裤咯。咁我就觉得是啊，真的即系 feel 到是真的收了身嘅。咁我自己就冇 check 到佢哋嘅牌照啦。如果就喺我嘅角度，我觉得其实是有效果，我就觉得可以咯。在这个以婴幼儿为主题的展览里面，有6间摘肚公司参展。这位妈妈未分娩已经准备好摘肚。咁就冇问医生嘅，系啦，即系可能上网都好多资讯，咁我觉得呢个又未需要去到有医生嘅意见咁样，即系都系拣一间自己中意舒服嘅就去做呢个疗程。现时坊间有唔少摘肚公司标榜快速修身之余，更加声称可以达到唔同功效。呢一间就话摘肚可以改善腰痛，甚至达到盆骨愈合嘅功效。就是它集返埋你嘅肌肉，喺你平时嘅活动之中，你有返前面嗰个力可以用，咁你就唔会用晒背脊嘅力，咁所以其实对改善姿势啦，对于改善腰痛啦，呢一样嘢都係好好。因为我哋集返埋个盆骨，你諗下个 BB 喺度慢慢撑开咗个盆骨，其实你唔箍呀，即係你唔箍返佢，佢点会自己拍返埋呢？即係比较难，呢啲係做运动都做唔到。当我哋查询摘肚师资历嘅时候，佢就咁样讲：咁治疗师其实我哋头先都话啦，佢唔系普通。首先佢哋个底系10年或者15年以上嘅按摩治疗师啦，即系身体啦、做美容啦，都系有 ITEC 嘅 cert 嘅。咁佢哋就系有埋呢一啲证书啦。咁我哋好似有啲治疗师咧，真系摸到妈妈个肚里边有瘤。网上宣传就更加多。这一间就声称摘肚配合按摩可以做到内脏归位。按摩的手法将你内脏归返位。先这么说，其实呢正常我们怀孕过程间呢，我们子宫是会扩张到15到20倍大的。因为它会撑到我们五脏六腑好像有气球那样，它就会逼到整个气球周围都是的五脏六腑。咁只不过摘肚呢，我们会将你归做一些动作令到它加快复原同埋归返去啱的原位。但有妇产科医生说，妇女怀孕和生产期间盆骨松弛和内脏移位根本是正常现象，一般分娩之后3个月内就会自然恢复。
都係張開咗少少，令到個產道大啲，啲 B B 個頭部咁樣出嚟，細 B B 走出嚟。咁之後其實佢就會回復咗佢個原位㗎啦，即係佢啲荷爾蒙啊一樣過咗之後就回復原位。就我哋其實西方就好少話哦，你要去改正嗰啲盆骨啊，或者你要去矯形啊，佢又唔係一個病嚟嘅，佢一個自然嘅現象嚟嘅，所以我就覺得唔存在話矯唔矯形啊咁。只不過啲人就覺得可能扎住佢可以幫助佢修復，係啊。咁雖然而家就冇文獻顯示話真係有效啦。成效存疑之餘，佢更加接過唔少個案，因為摘土產生副作用，嚴重起嚟更加可能引致失禁甚至死亡。咁就但係有啲個案就佢好早就開始咗摘土，譬如我有個 case 就係第十日就摘咗土，咁跟住佢其實係第十四日到啦，佢就打電話翻嚟就話個肚有啲痛，係啦，同埋好似覺得有啲唔舒服咁樣，所以就翻嚟做檢查。咁我幫佢檢查，當時其實個子宮都未復翻原位，都未去翻正常 size， 同埋有啲血塊都積聚咗喺入邊，係啦，摸落去都有啲痛，都似係啲發炎咁嘅情況。咁所以就處方咗抗生素啦，同埋血塊積聚喺入邊咧，有嗰個機會會發炎。就会有痛啊、发烧啊、有臭味的恶露啊等等咯。有物理治疗师亦都曾经收到个案，同样是摘土之后出现副作用。摘土咧，你亦都系加压噶嘛。咁头先我哋中间台湾 B B 嘅时候，一个压力好大咯。但其实摘土亦都系加翻中间嘅压力嘅。咁其实有时如果摘得唔适当或者啲力过大咧，其实我哋都会听过有啲病人咧会同我哋讲佢呼吸有啲困难啦，因为你依然都系顶住咗横膈膜嘛。咁你亦都將個肺部係繼續向上推緊，咁呢個會影響佢呼吸，影響佢做運動嘅功能，亦都另外就係佢有滲尿嘅情況。佢留意到部分人希望透過摘土恢復肌肉能力，但佢就擔心反而會有肌肉萎縮嘅風險。陀 B B 嘅過程咧，其實個環紋肌亦都會綻開咗、綻闊咗，亦都會鬆弛咗，睇一個外在嘅力量啦。但你內裏你嘅肌肉你唔練翻嘅，其實你冇支持噶嘛。咁但係如果佢療程過長咧，其實我哋嘅脊骨、我哋嘅肌肉就會越嚟越偷懶啦。咁肌肉就會越嚟越懶，咁佢就會開始萎縮。現時法例並冇任何針對摘土嘅規管，但既然講到由盤骨愈合、由內臟歸位，點解冇被視為醫療行為呢？有立法會議員話，現有法例冇明確定義醫療行為，摘土係咪治療仍然有爭議性。聲稱你可以醫治一個疾病，咁呢個好明顯就係醫療行為啦。咁如果呢個人士又並非一個註冊嘅醫生嘅話咧，咁佢就有可能干犯咗非法行医嘅罪行。摘土呢个方法啦，似乎系喺中间啦，即系的确佢系用咗一啲学术嘅或者系结构学嘅名词，话盆腔可以拉翻窄，或者腹直肌系可以点样系拉翻埋。咁但系佢又冇话佢呢个系医治啲乜嘢，佢亦都唔系话取代到一个其他嘅治疗行为嘅时候咧，咁你似乎话佢系一个医疗行为，可能中间有个争议。消费者委员会回复话，过去三年总共接获八宗涉及摘土的投诉，主要涉及销售手法。其中一个投诉人话，因为宣传标榜由专业护士处理，他就购买十次摘土服务，随后发现由摘土师负责，护士只是作顾问角色。投诉人话，过程里面感到痛楚，经过九次疗程之后，腰部痛到完全弯不到腰，需要自费睇医生和服用止痛药。我谂任何嘅一种广告啦，佢话俾市民知佢系有一种功效嘅，咁如果呢种功效咧系不能够客观去证实佢达到嘅，咁你就可能已经有一个失实嘅陈述嘅状态出现。反而我哋最重要嘅咧就系分清楚哦，呢个佢做嘅佢并非一个我哋医疗卫生界接受嘅一种做法，亦都冇任何医学嘅证据证明佢有效。他提醒坊间的摘土服务始终不是由注册医护人员负责，市民选择之前应该咨询医生。咁医疗卫生界亦都唔承认呢啲咧，系我哋其中一个部分，或者呢啲治疗系我哋承认嘅一种，即系我哋唔承认呢啲咁嘅治疗啦。所谓系我哋嘅一种行为。咁既然系咁嘅时候咧，即系市民要试咧，就即系可以讲或者系你自己去负翻你个责任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始终都系以市民嘅健康为最优先，咁如果呢啲坊间一啲咁样嘅步骤又唔系真系由医护人员去提供，又冇乜医学根据，如果你都系想试嘅时候咧，就最好问翻你自己嘅医生或者你相熟嘅护士先啦。时事多面睇，今集时间够啦，再见。